好，现在呢，我来先表演一下哈，先表演一下这个鸡蛋杯的玩法啊。那其实它的玩法呢，有简单有困难的哈。我们先简单的介绍哈。首先呢，我先把球倒出来，放在口袋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会从口袋这样假装抓起来，一二三变，它就会跑进来。好，再抓起来，一二三变，它就会跑回我的口袋。好，这个是它基本的玩法。好，那。